灰色的花，没涂上色彩的花，等雨水一点一点一滴一滴落下，渐散开的火花，我在等它解开蒙在眼前模糊那一层黑纱，我看见的是橙色的梦啊。前远处就亮了光，站在路口抬头遥望，就快要升起的太阳，奔跑吧，朝着向往的地方去吧。灰色的花，没涂上色彩的花，当雨水一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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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落下，渐散开的火花，燃烧。我们交个朋友吧。嗯，这是李宇翔说的，可以专门排一段舞让我跳。他不会是对你有什么企图吧？你别瞎说，他这样是为了让舞蹈变得更好。你也辛苦了，我给你也装点。没关系，我拿一个就好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张扬送你芒果？小芒果？我不爱吃芒果，你要吃你拿回去吧。周锦芒，过来。我别吵。我大约真的没有什么才华，只是因为有幸遇见了你，于是这颗庸常的心中才凭空生出好些热情。鲸落于海，星沉于蛙，风隐于密林，蝉鸣漏进夏至。我想把所有你对我的好都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，因为承蒙你的出现，让我不允许自己虚度光阴。这是合同，看一下。还有这是钥匙，拿好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哎，麻烦了。张扬，你这是租房？嗯，对啊，有事吗？我研究了一下周周写的 rap 歌词，感觉可以和芭蕾舞那段整合一下。好啊。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嗯，不着急。喂。妈，你不用说了，他不同意也没用。我在宿舍太影响同学休息，所以这学期还是会搬出去一段时间。所有的费用我自己承担，不用你们管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在校庆宣传名单上看到了你父亲的名字，你最近应该压力挺大的吧？我们回排练厅研究舞蹈吧。手，这样，这样，对，对，然后手慢慢这样，
打开，然后我先去趟洗手间。嗯，快要开始训练了，等休息的时候再去。要不你先去吧，我和张扬重排了队形，今天肯定会练到很晚。集合了，集合。好，集合。昨天晚上，银辉想了一个新的芭蕾舞片段，非常精彩。为了做一个凸显，我们的队形可能需要变一下。沈银辉，你来说吧。嗯。周周，你去那边，然后你到那边去。OK。五、六、七，走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周静妈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动作都跳错，你能不能认真点？大家先休息十分钟。好。啊。周静妈，你连最后一个定点动作都不记得。还要去休息吗？我记得，只不过刚刚慌了一时就忘了。那是慌吗？那是心不在焉。你像模像样的早早来练习，都练了些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会毁掉整段舞蹈？跳舞是很认真的事儿，你到底把舞蹈当什么？把大家当什么？对不起。我要听的不是对不起，我要看的是态度。你这种态度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周周，要是实在挺不住就别跳了。张扬他最近压力太大了，所以才这样的。是因为校庆选拔的事吗？嗯，他爸爸好像受到校长的邀请，要来参加咱们的晚会，所以他挺紧张的。校长为什么要请他爸爸啊？他爸爸好像是什么厉害的商人，经常赞助各种活动。你们已经这么熟了？你不知道？嗯，不太清楚。不过也对，我们不熟，应该不熟。知道的人确实不多。我先走了。啊，周周，你去哪儿啊？小芒果，周锦芒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排练还没结束呢。你快去排练吧，我不耽误你们了。那你不打算参加表演了吗？张扬就是这么一个人，我们俩之前在一个舞蹈教室练舞，他对所有人都一样的，跳舞的时候非常严格。还是算了吧。你来跳舞，不是因为喜欢，是因为张扬吧？你走，也不是怕耽误大家，是因为张扬对你的态度，他对所有人都一样，并没有对你特殊照顾，所以你受不了了，对吗？你来跳舞，不是因为喜欢，是因为张扬吧？他对所有人都一样，并没有对你特殊照顾，所以你受不了了，对吗？
休息一下吧。不了，你要是练完就先回去吧。我还好，我看你在重拍动作，我得配合调整，所以等你。我的调整涉及不到你，走吧。你今天对周静芒是不是太严厉了些？我看你今天还在租房子，你是不是发生……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以后也不要再说了，更别去跟周静芒说。对不起，我只是问问。那下次不要再问了。那我走了，明天见。这么早啊？我想退出街舞组。我能力那么差，会拖你们后腿的，我会影响你们。张扬，上哪儿去啊？打球。哎，等等我，我也去。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张扬。哎，托周静芒的福，我终于突破了你的防守。说什么呢？我胡说。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大半夜的翻来覆去的研究怎么赔礼道歉。我又没做错，就事论事有什么好道歉的？你的就事论事在周建芒身上就不好用，在班会上你非得义正言辞地说舞蹈表演是很认真的事，结果呢还不是让那个手脚不协调的周建芒参加了，还给人家编舞编曲，折磨得我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。怎么被戳中伤寒心事想杀人灭口啊？这个笨蛋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我饶不了他。谁饶不了谁还不一定呢。走，回教室。你干嘛？练舞。哎呦，我不去。我没同意。看我的空中接力。老师。徐老师好。看好了，这个是你的动作，其他人的动作都不变，最后呀会加一个和你一起合的动作，练吧。我这已经比之前简单很多了。我，你还是要退出？不是，我，你不想练？我没记住。笨死了。那你能再跳一遍吗？你那么笨，我再跳一百遍你也记不住。先从第一个八拍学，看好。一，二。三，哎，这不就会了吗？跳跳，这是你昨天晚上编的。你为什么要换动作？反正你不懂就别瞎打听。来，对了。明天校庆初选你也参加吧，不过要等通过了这一轮我才能把你的名字加进去。真的？因为你拖后腿的方式很特别，也许可以成为一种亮点。特
特别。对，奇葩也是一种特别。可以开始练了吗？我最后示范一遍。实战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看我给你的示范？练舞的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？我刚啪啪啪做那么多遍，同学们，我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这次麻烦您认真一点看，可以吗？嗯。老师好，我们的节目是三句半，来准备，三二一。节目到此才一段，我们四个台上站，有锣没鼓三句半。天乱，初次登台经验少，欢迎大家来指导。甭管说的好不好，别跑。各位领导你们好，各位同学你们好，我也好。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，你是画框，是窗口，是开满野花的田园。老师好，我们给老师带来一段相声。亲爱的老师，亲爱的同学，大家下午好。在咱们海城中学啊，有这么一群天降神兵。哦，神兵？怎么个神法？您听过苏州话吗？听过呀。您听过英语吗？啊，那也听过呀。那您肯定没听过苏州英语。没听过。比如说这个苹果怎么读？我英语不太好。Apple。 Apple。 香蕉。 Banana。 不行，要黏一点。 Banana。 Banana。 来，耶！张扬，今天真的太棒了，全场都沸腾了，尤其是你和银辉，都是张扬舞编的好。不过，今天我们没有很好的和周俊芒合在一起，他那一段节奏抓的一直不太好，我们还是得想想办法分散一下观众的注意力。谁都有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，你今天不是看了我们的舞台效果吗？心里应该大概有个底了。练习的时候多想想我们今天的呈现效果，慢慢就会好的。我们出去大吃一顿吧，庆祝一下。好，我请客。好，那我们就海吃一顿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不了，我还有题没做呢，我先走了。你们玩吧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张扬可不能走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吃一顿，你买单。对，走吧，走。再练练吧。周静芒，你可一定不能拖大家的后腿，加油！
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申请教室的时候申请了备用钥匙，还给你们每个人都申请了晚归次数，就是怕练晚了回不去。笨蛋，让你一个人晚上不吃饭跑这儿来瞎胡闹，吓死了吧？你有钥匙为什么不早说？还吓唬我？哎，哎，我好心来找你，你怎么还倒打一耙呀？我没有瞎胡闹，我是去练舞的。我今天听到你跟同学们说要帮我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事儿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一个笨蛋，只会给你添麻烦，只会捣乱？我，你别哭了，跟我走。我要回宿舍。我忘了跟你说，你的晚归表上得有我的签字，要不然不算数。走。三不上篮会吗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，非要一次一次看我出丑吗？我很简单的，你也试试。刚才失误了，我们再试一次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现在很难受，我想回去。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那天冲你发了火，今天又错怪了你。你是在跟我道歉？所以要再试一次吗？好，不过这个怎么投啊？我再教你一次。Yes， 进了。哎，我就说很简单的吧。你把我紧紧抱着，说怕我走了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有梦想其实很简单，但实现梦想的过程才是最难的。就跟打篮球一样，只有你投出去了，才有可能得分。所以你再努力练舞，就跟投篮一样，早晚会有得分的一天。你说这话还挺有哲理的。那小说里对我的描写是不是可以加上这一段？跳舞那一段应该也可以写吧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宿舍。张扬，怎么了？你这么紧张这次比赛，是不是因为你爸爸要来？你知道？我听说的。是的。那你能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吗？是跳街舞还是打篮球？你会的东西这么多，我实在想不到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。不要套我的话，我说了，等你发表文章的时候我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。哎呀，你别动我头发。这个态度很好，如果以后有人接近你，就用这个态度和表情对他。哎呀，别动。你在我手心。银魂，你看了这么久，我的头发是不是没救了呀？你头发有点短，我得好好研究研究。
别动。尊敬的各位校领导、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我们满怀喜悦和感激之情相聚海城，举办海城中学建校50周年校庆文艺汇演。活动开啊，电话上场了，上上。大家都静一静，我要向你们隆重介绍一位朋友。周周，上来吧。灰色的花，没涂上色彩的花，等雨水一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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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落下，渐散开的火花，我在等它解开蒙在眼前模糊那。那一天，你涉级而来，我突然无比庆幸自己有生之年能遇见你。因为是你让我体会到那种被人无条件坚定选择与信任的感觉。那些我用真心和努力教会你做的事，是我单薄生命里最宝贵的财富。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全都给了你，所以你也要珍惜。这动作有这么难吗？手这样，脚这样，不就行了吗？怎么他就不能手脚同时了呢？你可一定要争气啊。师傅，麻烦去畅想大厦，谢谢。好嘞。怎么了？刚刚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赵阳又不见了？我刚刚手机突然没信号了，我有事已经先走了，你赶快回去上班吧，挂了啊。我没有跟周周说，但你们必须跟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们也是刚刚才见面，而且是阴差阳错，对吧？那你当年突然就那么走了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他很担心你，我们都是。那晚我不想提这些了，我现在只想安安静静的当个律师，所以以前的事情不想再提。你的意思是那晚碰到周继芒是巧合，碰到于慧彤和你都是。既然我们都已经长大了，就没必要再回到过去，也没必要再跟过去有任何联系。你的意思是当我们没有见过？对，当我们所有人都没见过，就算来找我，我也只会当陌生人看待。为什么呀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哦，一起吧，你不是还要拿东西吗？哦，好。我喜欢过他，只是我明白，有些感情注定遗憾收场。
我睁开眼，你就在我身边。从窗子飘落的枫叶送你到书签，陪伴着你入眠。让时间暂停，让我守护你，感受你呼吸。I will never leave, I will never leave you again, again, again. 这是属于我们的约定。和你占满我的生命。和感觉你是我唯一、yeah、感受你呼吸。 I will never leave, I will never leave you again, again, again。 这是我们的约定，爱的证明，你在我熟悉。